在又回到这个地方，准备去彩排，去那个时候公演的地方。前面就是这个收费站，每次坐这个车路过这个收费站都想着，哦，好想出去啊当时。但是现在就是回来感觉还挺好的。现在外面这个路就是什么路呢？好像是决赛夜的时候的那条路。当时好像我们在那个车上就是看到有好多好多大家的粉丝，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应援在这儿，感慨万千，就是内心又要到那个棚了，心情有点激动。重新站上那个舞台的话，这次要带上就是我们送给我的那个耳返，买那个麦。这次用不了手环，因为要唱跳，很快很快，我的那个新的自己的不一样的东西就要出来了，到时候要更期待那个，好吗？上了这个熟悉的电梯，还有熟悉的这儿，之前就是大家都蹲在这里各个角落，呜呼，熟悉的休息室。哇，休息室已经变成这样子了。看这边还有我们熟悉的走廊，之前这些都是大的休息间，现在变成了一间一间的单间了。哇，好神奇啊。大家送我的耳返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。不对，这边是一只蝴蝶，好像。这边是我的名字，是什么呢？我的英文名 Marco， 还有我的应援色绿色。耶、yeah。没用吗？没用过，我太土了。钱不短，厉害短。哦，哎，我好土啊！太水，我就是说不戴这个头戴，再用那个麦，这个跟我的耳蜗刚刚适合，刚好一模一样，再也不用担心戴这个东西会掉了。结束了，完美收官。对。
过不久就是自己的东西也要来了，今天很开心，就是那个耳返戴着是贼舒服的，回到这个舞台是贼爽，然后看见就是大家在下面喊的就是自己。